教学的时候，我以育人为本；学习的时候，我以勤奋为本。我们使人牢记使命，教书育人，投身科研，为祖国繁荣昌盛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。在南昌起义中诞生的八一精神，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们都在努力奔跑，我们都是追梦人，努力为祖国母亲的羽翼强大奉献出自己青春的智慧和力量。神州大地，